迎收看4月18号的台东地方新闻，我是婉珍，一起关心本节的新闻重点。等了40年，中兴街终于揭牌，太麻里曙光马拉松报名进入倒数，县府推观光最高补助400元，海洋废弃物碎屑垃圾最致命。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池上乡有着这一条街，开路将近40年，但是却没有路名。除了游客找不到路之外呢，连邮差送信也不一定知道这条路，也造成了多年来当地人的困扰。而居民向池上乡公所陈情之后呢，乡长张尧成就邀集了住户来协商。而由于这条街道呢是位在中山路还有新生路的中间，又因为规定7到14米的道路称为街，而14米以上的道路才能够称为路。而争取之后呢，经过讨论，因而这个名字呢就叫做中兴街。在17号呢，为着这条老街有了新的身份，开心的来揭牌了。池上大坡国小古镇震撼了整条街，热闹的气氛聚集了许多的乡亲，在这一天像是办喜事一样，为着这条老街新身份的启用举行了揭牌仪式。米乡池上除了稻米闻名，观光产业也蓬勃发展。不过福源村有一条辟路40多年的街道，却因为没有正式的名称，常常让游客甚至送信的邮差找不到路。池上乡长张尧成上任之后，也邀集了户政单位以及当地的民众进行研商，为了这一条位在中山路以及新生路之间的老街命名为中兴街，17号正式揭牌。池上乡的乡长张乡长，他把这个新的路名把它起出来，这条中山路底下就是新生路，中兴街，以后邮差要送信就很方便啦。尤其这里的住户也不会像亚细亚的孤儿啊，找不到他们门牌在哪里啊，这是很好的啦。很多外地人啊，或者是新来的邮差啊，每次都在问我啦，中山路200号在哪里？其实就是有这个困扰啦，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反映上面。说是不是可以尽速的给他编这个路名。那居民跟我反映，这条路已经好几十年都没办法改善。然后去年呢，我就着手跟这个乡民大家来讨论，就给他改名为中兴街。中兴街就是中山路跟新生路中间这条街，就改名中兴街。那这样改名以后呢，这些居民他就有一个新的身份证。好，他就可以确确实实让人家知道说他住在哪里。好，我想这是村民的一个心愿啊，我们公部门就是要帮民众解决问题。挂上新的门牌，中兴街有正式的名称，而当地的住户也有了新的地址。未来规划的街道美化也是乡公所执行的工作之一。这条路因为以前这都没有路名嘛，所以说要铺平或什么都有困难。那公所会把今年重点计划把这条路重新铺平，这是我们今天会来做的事情。由池上当地的书法家萧春生为牌式提笔，颠覆了传统的制式路牌，除了增添艺文气息，而新的街道名称也解决了当地民众常年来的困扰。东台新闻林婉珍、史荣宇、赖嘉玲池上乡采访报道。为了推动南回景点呢，也要提升旅游观光景点的曝光机会，在太麻里乡呢，有一间即将要开幕的会馆，为了庆祝开幕，也办理了马拉松路跑的活动，会在6月19号这一天来举行。当天呢，也有园游会，还有公益的活动，所以呢，当天只要你参加，有跑了1公里，大会就会捐出1块钱。也希望也邀请大家呢，能够踊跃的来报名参加。知名的太麻里火车站，一下火车就可以看见美丽的海景。要如何一次饱览南回太金路线？其实现在有个好方法，让你一次满足。各位好朋友，你们有来过太麻里吗？知道太麻里有哪些好玩的景点吗？跟着我们一起在6月19号，在这里出发往前走。哇，好漂亮哦！对啊，太麻里火车站耶，超漂亮的。在太麻里地区即将在6月份开幕的曙光会馆，
业者为了庆祝开幕，同时办理马拉松路跑活动，特别规划让跑者可以从太麻里火车站开始，途中经过了樱木平交道、拉湾桥、天空步道等。这样的推动观光景点的办法，让人觉得非常特别。还可以跑到樱木平交道怀念一下灌篮高手哦。就是这里耶，樱木平交道耶。眩しい日差しを背に走り出す街の中、叩かれたいつものように。这次的赛程有 5K、 10K 和 21K 哦。当然你看这边是拉湾桥，那边就是现在最夯的天空步道。哎，好美哦。对啊，哇，这里真的好美哦。这边就是拉冷冷。哎，我们这次马拉松还有全马组哦，欢迎来报名挑战。各位好朋友，如果你想要喜欢驰骋在山林和河谷之间，欢迎来参加我们这次的太麻里曙光马拉松，绝对可以让你一饱眼福。希望大家在4月20号以前上网报名参加我们的曙光马拉松，6月19号等你哦。美丽的风景结合健康活动，号召大家一起来做公益，希望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把握机会。报名截止日期直到4月20号，如果想要了解相关资讯，还可以搜寻脸书太麻里曙光马拉松。东台新闻部发林郑慧如在太麻里的采访报道。台东县政府呢推出了住越多奖越多奖励旅游的活动，只要呢30人结伴成团来到台东玩或者是住宿，最高呢每个人就可以获得奖励的补助新台币400元。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台东，可以体验热气球嘉年华活动，或者是国际冲浪赛，还有许多的部落景点等等，来等你来玩。美丽的人文与风情，台东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美景。如果你想要参加热气球嘉年华活动，还是冲浪赛事，再到原住民部落体验丰年祭，或者是各乡镇一起来漫游。现在台东县政府推出了住越多奖越多的补助办法，希望吸引大家来到台东玩。其实我们这个住越多奖越多的方案，是说希望利用有限的一个上级的一个补助款，然后能够来吸引外地的游客到台东来住宿，然后消费。那虽然这个金额不多，那其实这个是我们台东县政府对来台东游玩的旅客的一点小小的一个心意。那住一晚的话是补助一个人是200块，两晚的话300块，那3晚的话就补助400块，然后一团，要满30个人，然后上限是10万块这样。住一晚补助200，2晚300，最高补助住3晚，1人400元。希望奖励30人成团的旅游量，让大家多多选择到台东玩，相信能见度更提升，也不分国籍，好好介绍台东之美，好好的慢活体验台东。东台新闻部发林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有一群人呢，他们每个月他们都会定期到台东的海边来从事净滩的活动，而活动当中呢，所这个收集到的垃圾就会分门别类来一一的记录，来作为将来海洋废弃物分析的资料。而海滩常见到的垃圾一般都是微小的塑胶垃圾，而这些细微的塑胶垃圾看起来像是非常渺小，但是呢，被鱼类食用之后就会进入了食物链的一环，也就是说呢，大鱼吃小鱼，然后人类在捕鱼，人类在吃鱼，所有的垃圾终究呢还是会回归到人类的肚子里头，所以呢不可轻忽。志工们在沙滩上不停地走动，手中捡的是人类所制造的垃圾，捡完的垃圾都要报备，在登记表上一一记载着垃圾的类型，这些资料都会上传到全台团体净滩的资料库，日后会将资料分析提供给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试图从源头着手来减少垃圾量。
这些塑胶垃圾因为阳光变得易碎，而碎屑型的垃圾比起大型废弃物来说显得更难处理干净，也容易被侵污，这也是全世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一些塑胶碎片留在这个地方，我们感觉上好像非常小，没有什么影响，可是这些塑胶的东西当它因为涨退潮的关系流进去海洋里面的时候，塑胶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完全分解的，它会进入食物链里面，它会进入鱼的肚子里面，它会进去在海洋里面去影响到很多生物的生存，这个最后是必须要返回到我们人的身上来的。所以你不要看见这样子小小的塑胶类的东西，其实它在塑胶在加工的过程里面还加入了太多太多的化合物了，这一些会对以后我们人的身体健康影响非常大的。如果很大的垃圾，一个保特瓶一个什么，你还可以把它捡起来，可是当塑胶分解到成细小分子的时候，非常细碎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大自然中把它移除掉了，这个是问题最大的地方。就是它一碎了之后，你发觉现在一些很小的塑胶垃圾你是拿不起来的，这个问题是全世界目前在遇到的。我们为什么会要来捡，为什么要做记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在我们人的生活的地方，在产生的地方就可以减少这个垃圾的产生。所以我说为什么这么细小的，而不是那么，它反而可能是比巨大的垃圾还更重要。部分都是塑胶碎片跟塑胶瓶盖。其实我们去大部分的海岸呢，看到捡到最多垃圾也都是塑胶类的。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这边游玩或是钓鱼的人留下来的，然后有一部分应该也是就是附近的海岸，或是可能有可能是比较远的海浪带过来的垃圾，就是其他地方垃圾。尽量没有不用塑胶袋就不用啊。那你会带环保餐具？志工们除了进滩以外，也会观察附近的生态情况。每个人各司其职，有的摄影，有的记录，专业不同，但为的都是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这块土地污染的情况降到最低。东台新闻石荣与东河乡的采访报道。4月17号呢，东海岸县呢是举办了一年一次的勇闯东海岸的活动，在加路兰游憩区来展开了，总共有1100多位的单车好手飙风东海岸，他们要来争夺奖金，而这个总奖金呢是高达了50万元，而大家在东海岸可以一边骑乘单车，也一边能够享受最棒的海岸风情，还有呢奖金等着拿。酒红色的太阳升起，在4月17号早上，东海岸加路兰游憩区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勇闯东海岸活动。来自全省有1100位的喜爱单车运动的朋友齐聚一堂。东管处处长特别说明，东海岸台十一线不仅是全台湾最适合骑单车的地方，也是全球车友票选最想造访的路线之一。60K 的享受的 Happy Ride。那我知道今天有很多朋友，从海外来到这里，或者从全台湾各地来到这里，那么都很兴奋，那除了就是大家中午回来之后呢，我们这里还有野餐的比赛哦，所以各位选手也可以一边看看这个骑车跟野餐的结合哦。竞赛骑乘路线是以台十一线、台23线、东富公路以及玉长公路为主，组别有分为160公里挑战的认证组、95公里挑战登山组，还有60公里的乐逍遥组，总竞赛奖金还高达50万元。活动也结合了野餐、DIY 活动等，希望让大家共同体验美丽东海岸的幸福景致。东台新闻部方林的采访报道。
接着带您来看到的是，在巷弄里头呢，有藏着一间小工坊，飘来了淡淡的月桃叶的香气。而一探究竟呢，里头是摆满了月桃叶所编织的艺品，而这里头都是阿美族人所成立的一间工坊，而阿美族的工艺以及制桃织布最为有名。但是不仅如此，连这个藤编也是最拿手的手工艺。一起来看看月桃能够做出什么。工作室飘着淡淡的月桃叶香味，阿嬷熟练地编着月桃绳，会在胜利街的小工坊使用自然素材月桃叶为主要的制作材料，以日常生活主题为概念，不断推出新的作品。高老师说，这些都是大地赏赐的礼物。在工作室看到很多月桃的部分，是我上过那个史前博物馆的一个纤维的课程以后，才觉得这个纤维真的是很棒。这个自然的月桃的植物啊，它是我们应该是大地的礼物啊，赏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在阿美族里面就是在用自然的素材去编织很多的就是日常用品，转化成为啊，转化成为很时尚的概念，然后现在做的一些文创的产品。月桃叶不仅可以编织成工艺品，也可以变成烹饪的用具哦。在阿美族的文化里面，族人外出工作，为了方便用餐，就把月桃叶编织成容易炊煮的器具。阿美族语称之为阿里蹦蹦，把米饭放进月桃叶编织成的器具，炊煮出来的米饭也会有淡淡的月桃香气。这个是阿里蹦蹦哦，那其实很多我们用这种自然素材去编织的，然后作为我们生活的器皿或是用品，这个里面其实是装米饭，然后去吹它，然后就会有散发出它自然的香味，然后去山上工作的时候方便带，就是他们传承下来的一些工艺，我们都给它保留起来。每一个作品除了有创意的发想，还添加了手作的细心，因此在保养照顾上也跟名牌包一样，不得马虎哦。其实它的保养的方法就跟保养名牌包是一样的啊，因为它是植物皮，然后我们的包是动物皮，所以它保养方法是一样的。所以你平常就是越戴它，越磨它，它就越来越亮。结合了老一辈传授的工艺，添加了现代的时尚感，高老师团队不断推陈出新，希望让民众了解更多阿美族特有的手工艺。东台新闻林婉珍、赖嘉玲，台东市采访报道。再来看到的是呢，在上个月呢，绿营的立委他们提案来修订地方制度法，要取消各县市乡镇市长还有乡镇市民代表的选举，而这个乡镇市长呢，要改为由县市长来官派，也引发了各界的议论纷纷。而虽然呢，他们提案的主轴是要来减少一次选举将近这个30亿元的经费的支出，不过呢，最让民众担心的是，连非六都的这个乡镇市长都会变成这个官派的话呢，真的能够确实的提升行政的效能，达到防止派系还有黑金介入地方的选举的理想吗？一起来关心。日前有绿营立委提案修订地方制度法，取消各县市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乡镇市长改由县市长官派，引发各界议论。官派的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嘛，不会不一样啊。那我身为一个县长来讲，其实管定于市政蓝图，它是可以整个乡、整个县下去画呢。因为去拄着讲你乡公所唔经理代表会唔经理。相较于欧美先进国家或是韩国、日本的选举制度，台湾大大小小的选举确实多得多，不过有明代认为文化环境的不同不能够等量齐观。在以台湾目前的经济能力，以它的那国库的能力哦，它是相当的好，财政减少，哦，那再以其他方面角度去想，可能层面可能深思熟虑的不够深。较邻近的国家啦，哦，他们没有像台湾有这样多元化族群的问题，好，哦，那中央一直在推族群融合，每次选举都在讲族群融合，有一点就是以基层来带动，跟中央做横向联系。如果基层没了，横向联系怎么办？
也有部分声音认为乡镇市长改为官派可以让县府的政策更容易推动，行政资源能充分掌握及平均分配。当然这个是牵涉到说你跟比如说三级的代民意代表你的沟通方式大家的配合度，它是有很多种原因产生的啦。那我们就以我们别人乡公所来讲，我们很多东西跟代表会是配合很好我提这个是不是说跟代表会配合不好，是因为我讲整个国家体制应该做一个重新的做检讨，大方向去做一个处理。如果咱的公爷可能365乡镇，起码当然有六度又有减少。那你看哦，代表会大概一年花掉乡镇公市公所的预算大概10%左右，那你看一年下来多少钱？乡原本有乡的经费，哦，他跟中央或者跟地方争取，那他可以编列，他知道乡辖内需要什么。但是到了县府之后呢，这个区域的预算全部都集权到地方政府身上。地方政府身上的时候，那他能不能单一考虑？不能，他是要通盘考虑。通盘考虑就会忽略到最小的村或者里。以立委提案的内容来看，大意上锁定在选举经费以及缩减代表会的年支出，对于国库预算编列运用能够更灵活。不过这样的制度改革真的能让民意充分反映落实地方建设，而不至于沦为县政府中央集权的手段吗？值得令人深思。东台新闻张家维编来向报道。说到了春天正值百花盛开，同时也是蜜蜂采收的季节，而在这一处这个养蜂养殖场呢，总共就设置了上百个蜂箱，每箱至少有上万只的蜂群。不过呢，这个蜜蜂采集花蜜还有天气变化是有很大的关系，又再加上邻近的地区没有足够的花朵，所以每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养蜂场呢都会将这个蜂箱再运到外县市采集花蜜。也根据这个估计呢，一个月他们采收的这个采蜜期呢，每个蜂箱至少可以产出将近百斤的蜂蜜。连日大雨稍缓，太阳普照，成群的蜜蜂趁着天气放晴，离开蜂箱出外采集花蜜。住满的话，它就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产卵，所以说这个就蜜工作蜂它就会做一些所谓的一个天然的一个蜂巢了。嗯，他们准备再产卵，因为里面那个我们设备的里面八片都已经满了，所以说他说这个是自然他自己做的。这里总共设置了100个养蜂箱，每箱至少都有高达3到4万只的蜜蜂。打开蜂箱的盖子，抽出箱内的分隔网，排列整齐的六角形蜂巢映入眼帘，让人不禁赞叹大自然的奇妙。这边已经封起来的一个，我们讲的是要制造成幼蜂的一个蜂巢。哦，这封起来就是让它在里面孕育。对对对，孕育的。他们产卵到出生了21天了。鲜艳欲滴的金黄色蜂蜜布满每一个蜂巢，其中被封住的蜂巢都是还未长成的蜂蛹。另外，刚刚孵化的幼蜂还在熟悉四周的环境，练习展翅，有的就直接吃巢中的蜂蜜补充体力。你看它的颜色，这个就是比较成熟的，它在这个是工蜂了，快工作的蜂，这个是刚出生的小幼虫，比较白，有没有？你看它在跑有没有？悠悠班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是在练习养助跑。对啊，它在吃东西也在走，然后隔了差不多第三天，它就开始训练飞了。天气好的话，我曾经哈、哦，曾经像这样100箱哈、哦，曾经。最好的我采收差不多一箱，差不多100出头了，100斤有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是采蜜的旺季，不过由于临近地区没有足够的花朵盛开让蜜蜂采蜜，业者都是选择到外县市的大面积果树种植区采蜜。只要天气状况晴朗，一般为期一个月的采收期，每个蜂箱都能够有近百斤的蜂蜜收成。东台新闻张家威编辑报道。
接着看到的是气象方面的资讯，在18号封面再度接近台湾地区，而水汽也增加，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而在西半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则会不定时的出现一些局部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东半部地区也有短暂雨的几率。在19号这一天呢，封面会移入，整个西半部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的大雨。不过呢，和上周大雨的相比呢，雨势相对的会比较小一点。而从星期3到星期5的天气就会放晴，各地都会是晴朗的天气，而高温也会回升到30度以上。但是呢，春天的天气变化大，所以也要提醒民众还是要留意天气的资讯。接下来关心台东县各乡镇市的天气概况，台东市与卑南乡22到29度，纵谷地区19到27度，南回地区21到31度。海鲜部分20到28度，离岛部分绿岛、兰屿23到29度左右。接着来看到的是农民历的资讯，在国历的4月19号，在这一天农历是3月13号，当天日冲属牛，32岁和92岁的朋友要特别当心。而当天适合祭祀做灶，比较不适合的是安床、入宅还有栽种。吉时的部分是落在了寅、卯、巳、申这4个时间。接着看到的是星座的运势，本月的主打星是落在了牡羊座，而贵人星座是天秤座，幸运数字则是9，而整体运势上是只有2颗星比较不佳的状态。来看到整体运势的解析，当天呢会显得很执着，虽然敬业值得欣赏，但是呢这个将工作带回家中，会使紧张的气氛感染和谐的家庭氛围，而且特别的不适合你。所以当天呢，在这一天呢会比较容易发火，话不投机半句多，甚至呢会让对方有些觉得多，你会觉得对方有一点多余，而无聊的话不如静心学习，给大脑充电的同时，还会有不错的收获。最后提供给您一则励志小语，用鼓励给人希望，用赞美给人温暖，有一起前进的伙伴，任何困难都能是美好的时光。提供给您做参考，感谢您收看本节的台东地方新闻。关心台东大小事，请锁定20频道。祝您平安喜乐，我是婉珍，我们下次再见。